你好。委员你好。你好，我请教两位苏院长了哦，这个吉利巴斯被断交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外交部长可以不要来？又告我给你请假，告我给苏院长请假。吴钊燮部长不给你请假不？好，来，我跟这个我来回答啊。这个吴部长啊，他有跟我请假，我准他假，因为他有重要事情要处理哈。重要事情比来立法院这里更重要。把他，因为我们预算执行，我们只是邀请主计长、财政部长跟院长，其余部会都是算是类似。啊，其他部会都没来。这个是院长特别要求他们来。所以吴部长有跟我请教。外交部是市长吗？还是什么？啊，外交部是啊。我们这个次长，徐次长，政务次长，哈。啊，苏院长这样解释了了哈，我勉为接受啊。那个苏院长哈，行政院的苏院长，你看买的哈，来了外交部的预算每年上升了，当年拢增加，啊，结果咱的邦交国今年减少啊，在民进党执政这段时间断了七国了，创这几任了，从陈水扁总统、马英九总统、蔡英文总统，这个是 number one 第一名了，好像断交第一名了哦。这个外交部长已经变成一个断交部长了，这时我看到说，民进党执政了。民进党政府的执政，它的逻辑啊，就颠覆了世界的民主的伦理啊，也颠覆了世界的民主的 ABC 啊。选输了升大官，啊，外交快当官，国库那给那个中央政府总预算，国库傻光光啊！我跟你们在讲啊，人民心慌慌啊。我请教苏院长啊，万一啊，因为咱的外交部拢是讲啊，这种阿强的阴谋阴谋啦，就是只会骂老公，震怒啦，骂老公啦。老实讲，我看到今天外交部的部长出来讲话，总统府也开会，这么大的事情，我们的蔡总统龟缩起来了，为什么就要找一个发言人来讲呢？为什么总统不是亲自上火线向人民道歉？难道要面？难道总统干嘛要那走？说哎、我们是一个国家哎、我们号称一直是民主国家、主权独立的国家，结果外交这样子连续被断交，然后总统闭起来，我具体的要求，我具体的公开说，蔡英文总统应该公开道歉。吴钊燮部长要下台呀、他的任内已经五个国家断交，全世界找不到一个国家是安内啦，全部都 找不到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居然可以断了五个国家，然后外交部长纹风不动，吹波啦。那院长，我请教你哦，你会不会担心在你院长任内哦，一个一个断下来？你怎么办？啊，谢谢委员指教。几天前才为台湾驻联发声的国家，却可以在一夕之间跟我们断交，认同中国，这个国家的做法让我们意外，也不是一般民主国家的常态。今天台湾的外交处境确实非常的艰难，正需要国人一体团结对外，而我们也应该更努力。那年呢？不，我们难道没有检讨的空间吗？蔡英文总统为了他的选举，拼命戳老共，可以不要戳他嘛？那旁边的邻居啊，都看大喊，那都不必要拿扁钻打钢戳他，为了他的选举的选票，为了得到他的政治利益，牺牲台湾的国际空间，牺牲我们的外交空间，蔡英文总统要被谴责啊！是不是安尼？不是。检讨自己要检讨啊！干，我们都不用检讨，弄阿强的错，都是骂老公就好了。啊，就好做嘞，这官就好做嘞，这总统嘛就好做嘞，对不对？啊，什么代志都没阿强啊，
什么代志名叫我都啊，那不用了，就简单啊。为什么马英九八年可以几乎没有断子弹的国？因为马英九认同九二共识，认同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啊，这个就我没有，对不起。九二共识认同，没有讲一国两制哦，不要乱塞哦，话不要乱塞哦。不，他认同九二共识，而习近平就讲九二共识就一国两制。来，副院长，我讲一下你本听的哦。九二共识当初是美国前总统布希跟胡锦涛跟台湾这里大家三方面的共识，你要片面的改变定义，改变说法，三方面共同来讲。不是你一个人讲就算了，这是习近平讲。习近平讲的不接受嘛？所以不是蔡总统戳他，是他讲我们要为台湾的主权发声，所以我们是讲习近平错嘛？所以不是戳他，我们是表明立场。为什么蔡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习近平没有说九二共识？因为他就是一国两制，认同九二共识。他没有讲一国两制啊。习近平就是说九二共识就一国两制，这个是你讲的了，所以可见我们有要同意，不要忘了，可见我们有先见之明。请你去读一读书啦，九二共识当初的形成是台湾、中国大陆、美国共同的框下来的两岸最好的发展的基石，你要把它九二共识变成一国两制，对不起，要台湾同意，要美国同意，不是习近平讲了算。那我不跟你讲这个哈，来，这个，来，今天讲总预算，那个两位可以请回了啊，两位请回来，请回。因为今天讲总预算了，我很多时间还很多题目要问。苏院长，这个编109年的预算，哦，安尼，讲我这大声敲锣打鼓啊！说23年首次平衡啦，寡占都寡占啦，现在要回到有没有乌青啦吼？结果我们的特别预算没有纳进来，前瞻预算没有纳进来，这一次还有战机的采购特别条例没有纳进来，2500亿前瞻计划8000多亿没有纳进来这里面，所以这个叫做骗人的。第二个，请看第二页哈。蔡英文总统，包括苏贞昌院长，都说现在是20年来经济最好的。请看，讲这么是投资寡占都寡占了哈。结果劳动部发布的无薪假人数加速创今年新高，这官方的数字哦。结果就业机会的拖累，那台湾呢？8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下跌，结果华映裁员2000人，结果灿坤企业裁员，金矿咖啡裁员，灿星旅游裁员等等等等，这是民间的。一个月我去餐厅吃饭啦，去吃饭，吼，没输那包场呢。拢无人诶，干咱两三桌。苏院长有机会，你知道你官员啊，或者你自己啊，到一般的餐厅去看看，到一般的餐厅去看看，大家叫苦连天啊，这是民间的声音。所以说经济最好的骗人的。再来看，一个也认为我们是哑。我们苏院长上台以后，吼变个来变变球哦。拼命，最近选举到了，拼命开支票，啊、哦，陆克不来，36亿弹起你，100亿弹起你，几百亿弹起你，有人跟你统计啊，就在你的任内，这里面傻逼啊，钱压嘞，压多少？压1500多亿啊，快1600亿啊！前撒后撒，拜托小英让我选副总统。你再播一次好不好？跳太快了，来，我们做了一段了，你听一下。我左撒右撒，前撒后撒，拜托小英让我选副总统。
我讲起来你听一下较紧啦吼，你现在就是钱币钱啊，摕一支那个喷枪机啊，即马在喷枪喷那个假钞的吼，喷枪机你这不是假钞哦，真枪哦，左喷右喷前喷右喷后喷，就是为了希望凯达格兰大道那个总统府那个蔡总统看看你安尼，所以我们的照片是这样子的，你给我放出来。刚才不清楚，来，华姐，院长，我快点来。我左撒右撒，前撒后撒，拜托小英让我选副总统。后面恁来听有无吼？拢听无咧。拢听无哟。你这做了较歹。啊，我就是说你听，你咧喷一支枪去喷钱来无？撒币啊，撒钱呐、啊！因为我讲撒钱给我们傻逼了，你若在做，就让人一目了然。啊，得过一个解释，啊，一个剃头，一个编耳吼，这落伍啦。没啦，阮助理临时做的啦，你提啦，临时做的啦吼。哪里有讲？没啦，助理已经足认真啊啦，中头拢无休困，安尼无食饭你做的啦，未歹啦。我是讲赞的啦。原来有当时爱互助理休困的吼。也是。无伊就过劳安尼。过劳不会啦，吼。你钱不要乱撒，我们就很高兴的。因为撒都撒到你认为我哪一个撒的不好？你反对，你直接讲，我告诉他们。你的屏东，你的高铁兰屿就撒了不好啊。好，那我回去告诉屏东人。对，对不对？你要的话就弄到垦丁啊！我靠，人车。那可见我，你知我这个去屏东机场哦，屏东机场。隆重机场内底等候机的要坐不能机的，我是咧，现在变成早上太太们跳舞的地方，这个叫蚊子机场。啊，你高铁上面演到呢，你干脆如果你这样可以演的话，为什么不演到垦丁？啊，到宜兰400亿，为什么不演到宜兰？为什么不演到花莲？可见我们是很务实。是为了全岛的轨道运输提升，不是到垦丁，垦丁我们另外。哦，啊，观光客不来，你铁旗叫人去开旗，这个我觉得不好，这个不好了，哈，这个东西撒钱哦。我再讲一遍好了，刚才做的，你讲嫌的是见小灯生气了，不紧啦，你嫌，好你嫌了哈。不过你黑的那个枪啊，一直撒钱，大家看得很清楚啦。啊，撒钱为什么？就是你想要跟蔡英文搭配竞选正副总统。我解读诶，估算错，评估错误。啊，你看错了。看错了哦，我现在看蔡那边不可能啊，对不对？啊，陈建仁说不要啦，啊，现在看起来就蔡苏佩啊，啊，不是苏贞昌、鲍伯德、苏嘉全。政委，我伫遮等答复啊。我前回伫遮有报告过，讲未上啊啦，卖讲啦。未上呀，未上。未上啊啦。怎么讲嘞？我没听很清楚。未上啊啦。没鸟啦。就不会养就对了啦。对啦。好对啦，你听到有？无啦，你台语哦，上跟鸟无啥共呢。上跟鸟。国语都是养啦。是养诶。啊，台语上跟鸟不一样呢。好啦。我即马吃你上，你家要吃咧。哦，要所在不共款。啊，对了。上港鸟我拢知啦，拢听有啦，不同的场合用的啦。啊，对。恁南部讲的，阮中部讲的不共款啦。我台中的台语跟你不共啦。不，这个不共，伫上港鸟是共，只有写身躯甲写文书不共。可见你少用台语，你要多用一点啦。来，院长。您两位大将，财主大将在这里，大家都非常了解了。印花税明明就是地方税，你说你补助，啊，就一定主机厂在那个讲吗？迄个每年的钱拢变落啊！请问你钱从地方来？你讲我全部做，我中政府中负担，没了负担，你敢讲？什么地方负担？对不对？这个。你已经没有时间讲了，我把它讲完就可以了。院长，你这都是私心啦，抓钱又抓权，因为这个钱，这明明是地方税，你是说来全部取消，我中央负责，
结果你给我负责，请问你要不要拿你的统筹备税款来付？嘛无啊。好，好了，这个总咨询再来，谢谢赖委员，谢谢苏院长啊。下一位，我们请吴委员预请。